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 Win 罗文玉。OK， 这位特别来宾直接报上你的大名，我是方仲斌。我看到特别来宾，看到一开始我们的那个稿子 rundown 的时候，我想，方仲斌是谁啊？对，因为专辑叫我不是神嘛，所以我是仙。哦哇，仙的吕洞宾。音是一样的，还是叫方仲斌？对 ，OK， 再次欢迎我们的好兄弟方仲斌。哇，真的带来全新的专辑，全新的专辑不容易，隔了很多年，对不对？隔了很多年，就整张专辑的话9年了，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卡住了，像唱了坏人以后，对，突然觉得第一张就已经达到人生的就没办法突破过，对，然后唱歌就直接来了。我不是神，耶！我不是神，却想给你阳光。你的心长出新的土壤，让爱可以重新在那里绽放。我不是神，却拼命到城墙，为你驱散幻想的迷信墙。就算最后你爱的不是我，那又怎样？最不求回报的爱，我觉得哇，因为一般听到"我不是神"这四个字，会比较觉得是负面的，说哦，我做不到，所以我不是神。但他这个是比较正面的，就是我不是神，但是我还是我尽量做到，对，我尽量做到。对，哦，现在突然想要唱坏人，没有这首歌 KTV 大概业绩少一半，我们一起来，我差一点想缅怀这首歌，我们所有台湾的朋友。一起来，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对我诞生是为了朝他狂奔，让放任，所以放了这点头我还能忍。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好棒，好听啊，这合得好，哎，真的好听耶。那首歌私下的方仲斌，我们不熟悉的方仲斌，好不好？突然间有一种跨年的感觉，手好痛。因为其实不容易了，做音乐很辛苦了。对，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蛮那个，我觉得有一点迷失了。OK， 就是歌也写不到，心情就是也不好，就有一段时间就会，你会觉得好像做什么都不开心。到后来就有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Run Away》。哦，对，就是我觉得。那个想要逃开，对，想要逃开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歌词就是头上有一朵乌云，反正你走到哪，它就会跟到哪。跟到哪？哇，这么悲惨。对，然后就写了这个歌，我反而觉得有一个情绪，有个出口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创作有时候感到幸福的地方。而且这个我写完以后，其实是一开始是只有因为中间只有旋律跟词嘛。对。然后它是比较在抒发自己的情绪的部分。嗯。然后到后期大概隔了一年。可能心情有一些不一样，中间我有加了一些饶舌的部分，有点像是不同时候的自己跟自己对话。哇，那还好，当年有找你去 KTV 唱歌啊，没想到你那时候那么闷呐、啊，很闷啊。哇，跟他们去 KTV 真的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跟原住民的朋友去 KTV 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没有极限、啊。你唱到一半，你就会觉得那个 KTV 房间已经变成大草原。哇，大家已经在中间围成万马奔腾，哇塞，在起舞了。哇，现在阿斌呢，就为我们演唱在最。失意在低潮的时候，低谷的时候，低谷的时候写的这首歌《Run Away》，也希望鼓励正在这样类似经历的朋友们有信心往前走，《Run Away》。I wanna run away, I wanna take a break.
方向，我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。 I wanna run away, just let me take a break, yeah, 直到我心中映出一片蔚蓝。 I wanna run away, yeah。哇，我感觉听完这首歌，我头上的乌云已经散开了。期待你这张专辑呢，能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你。对啊，九年真的太久了，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应该那个字不一样而已啊，跟意义很不一样。对，大家说有了水嘛，这个郭富城也是因为一杯水被泼，遇水则发。对，要不然我们就来泼一下王洪恩啊。哦，不用，我现在很好啊。我们下去买水，我们看谁一口气谁喝的最多。哇操！我们就比，因为方炯斌的炯，因为水字旁嘛，我们就十秒里面，然后一瓶水，我们看谁灌的比较多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，他会赢，我们最能喝的，你对啊。那输了干嘛呢？我们就在人来人往的街头。你确定？输的仰卧起坐，不是，不俯卧撑二十下，太夸张。要先碰一下。好，三。哇！我都快吐了。哇！你喝太少了吧？我刚呛到。我觉得，我刚看到他表情，喝水都。我觉得洪恩今天有点故意。阿斌今天有三个礼物要特别送给我们。哦，三个包包，三个签名海报。哇！那我们要怎么样抽到这个呢？最近有改名字嘛？三个字哪一个字有改过？哦 ，OK， 好。阿斌，哎，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你来宾，你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，三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哎呦，好不好？平时哥哥有练过 ？OK， 你今天网罗大明星，成功。